这个生蚝是真大呀，不光大，它还厚。直接来一口，真心像样。全网该说不说，是我家还有这个冰箱冰糕的，这都3月10多号了，看看啊，咱这边这还有这么些肉呢，是不是得造啊？不造咱这能吃完呢？哎，这块咋样？这块好像是牛腩，就它了。炖它，看看啊，还冻得嘎嘎的呢，全是冰，你像样？这一块够吗，涛哥？好像不太足。不是，这牛肉挺贵的，拉倒吧，就这一块儿。哎。咱再把盖儿扣上，因为它不透风啊，它比较严实。回家炖牛肉，牛肉啊，挂好了，看看全筋膜的，再给它切一切，咱们切成小块开炖。冷水入锅焯一下。这牛肉配柿子啊，咱给柿子去下皮儿。远离高压锅，这牛腩柿子最下饭了啊！焖点大米饭，这头洗干净了。这今天咱还整了点海鲜呢啊！哎呦我这海虹老便宜了，10块钱3斤。完了又整几个大生蚝，给它刷一下。你就说吧，这现在海鲜都能流到东北了，这交通现在多便利。咱再切点干豆丝，拌个凉菜，来点紫甘蓝，拌凉菜，来点辣椒油。现在入锅开蒸，压好的牛肉放入砂锅，哎，下入西红柿，哎，这大生蚝好了，师姐。就这一锅，泡他一碗大米饭，贼贼带劲儿。就必须来勺啊，牛肉柿子盖浇饭，像样吧？今天老丰盛了，开饭。来一块这个肉，牛筋儿啊，这家太香了，这么多菜，从大个的开始入手。哎，看看这里头，挺肥呀！现在这季节是吃生蚝的时候啊，来点白果汁儿。鲜嫩多汁儿，来两口米饭。米饭还是依然要的。好菜配好饭啊！来上肉啊，这家伙再浇一下子啊，东北稻花香大米香。人家都说了，没有菜也能干他一碗大米饭，那咱这些菜你得吃两碗饭啊，别光吃肉。这是东北的稻花香大米，焖饭煮肉改法的啊，特别是点这个盖浇饭呢，还有那个拌饭呢，老好了。前两天看那个有个小孩来咱东北吃完咱这大米饭回家不吃饭的，是吗？这真事儿吗？